各位同学，我们再继续那个星期二的课哈，就说我们才进来。我们不是我在星期二上课的时候讲过哈，就说我们要解那个量子物理问题嘛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我们第一种方法就我们最先学的是解薛定谔 equation。那薛定谔 equation 其实跟这一样，是它是什么？它是微分方程式。好，薛定谔是微分方程式。那第二种方法我们是用什么样？是用算符啊，是用那个 commutator， 对不对哈？那今天讲就第三种方法，就我们利用矩阵。那矩阵就不是解微分方程式了，好，矩阵不是解微分方程式。那我们这一章你们书本上哈，就是用的是一般的算符的。那我们在讲算符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讲过，每一个算符都有它的什么？每个算有它的 eigen value 跟怎么样？跟 eigen function。但算符也包括 Hamiltonian 了，算符也是包括那个 Hamiltonian， 对不对哈 ？OK。所以我直接就用 Hamiltonian 来推导底下的公式了哈。那你可以把 H 哈，把 H 换成 A 也可以了。好，那你们事实上是用 A 的，啊 ，OK。然后不管是哪一个的哈，不管是这个也好或这个也好，好，不管哪一个，对，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？要选择你完整集合，啊，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哈。啊，第二步就选择一个完整集合。啊，注意哈，这个完整集合。不是它的 eigen function， 也不是它的 eigen function。如果是它的 eigen function， 我们就不用解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它的 eigen function， 我们根本已经知道答案了，就不用解了嘛。啊，那因为我们通常没办法知道怎么样，没办法很容易知道它的答案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？我们选择一个完整集合。啊，这是第一步了哈，第一步选择完整集合。那第一步哈，那第二步要算什么？你们小小的，第二步要算什么？什么系数？哦，你说那个破函数的展开系数啊？那是我们的目标了，那是我们目的，我们目的要找把那个系数找出来。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？第二步。就算哈，算矩阵单元了，也就是说，好，那你们知道哈，这是已知的嘛，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选择当时这是已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些波函数是已知，哈密尔顿是已知，啊，你物针对你已经确定的物理系统，哈密尔顿当然已经知道了，所以这是怎么样？这些都是已知的，所以你可以能够做积分，你一定可以做积分的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这你一定可以算的，啊，那还记得我跟你们讲过还是吧？你做积分的时候，你们所学是查积分表嘛，或者是你们所学微积分嘛，对不对哈？那很多情况的话，尤其在做物理研究的时候，啊，在做物理研究的时候。你是没办法，通常是很难用积分，很难找那个找到从积分表里头找到你的答案的。那要怎么做？用电脑做的哈。那用电脑积分的话，这非常方便，因为电脑的积分软体哈有很多，积分软体现在都很方便了。好，任何有你很容易可以找到那个积分的软体了。好，所以这一步一定可以做了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你没有办法查积分表，你就用电脑来算，有没有啊？这样清楚了哈，啊，这是第二步哈，啊。那第三步就解这个行列式，啊，解这个根呐，啊，这个行列式的根。等一下我会证明啦，啊。好，你们先把这步骤写下来，然后我们来一步来讨论这个，怎么样去得到这个？好，不要忘了这是一个矩阵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节在讲了，这是一个矩阵。好，
啊，那举证点到这个行列式啊，我写行列式。对，好。那还记得这是什么？对，单位举证，对哈。那但我们用这是有个条件哈，就是怎么样？对哈，啊，就是说所有的你的观众机里头的所有都什么，它是不如果不同音的话是耳熟光的。啊，另一种情形是这样，或者你们知道，你们晓不晓得知道这两个差别？我写这边意思告诉你就好，你这个完整集合哈，你这完整集合里头的函数并不一定要怎么样，并不一定要 orthogonal， 你也可以不用怎么样，你也可以不需要，你也可以什么不 orthogonal， 听清楚吗？如果它不是 orthogonal 的话，你这边还要多加上这一项，啊，这我们叫 over integral 哈，啊，就重叠哈，就两个破函数的重叠。好，那这边都是在解怎么样？对，好，这边都是在解 eigenvalue 了， eigenvalue 就是说这个行列式的解了。对，好，我解在这边哈，这行列式的根哈，对，那如果哈，这样会的哈，就它解它的根，然后根解，假设解是这个，啊，每一个根都对应有一个怎么样？你们以前都学过了，你们在线性代数都学过，对应有一个 eigen vector， 你的 eigen value， 啊，那这就是你的，就是 eigen， 我是先把那个。整个解问题的步骤哈，解问题步骤刚先写下来，那等一下我会跟你说明了，为什么说明这式子的来源，啊，这是正向的，我什么？那这不一定等于，表 m 不等于不一定等于，这是 m 的 m 不等于的话是等于，啊，如果 m 等于的话是等于一，但是 m 不等于，就是这不一定，即使 m 等于也不一定。通常我们就选择不一化，因为我们碰到像真正解问的时候，我会再给你们举例的，举例的步骤是什么？那这样的话，你们在线性代数的时候，例如我举个例子哈，就是说，如果这是 n 是 n 大于，如果是，就 n 取的是 n 大于什么大于的这个哈，这个有几个点？对，就有大于的。不过这里要提醒你们，就是哈，真正的完整集合哈。真正完整通常要到五千多项，啊，真正完整要到五千多项，但实际在应用的时候，就以后你们做研究对哈，如果你们做学理论了，以后如果学理论做理论研究的话，你通常选的这集合不会是完整的，都选它怎么样？这就是有限项而已，啊，有限项的话，这A都怎么样是有限，无限项是不肯算的，啊，无限项是不肯算的。所以在实际应用的时候都怎么样？都举有限的项，啊，举到一个大 N 而已，啊，这点要注意哈。对，所以真正在应用的时候，都不是完整集合。那这边我顺便跟你提一下，就是说，以后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，你当然如果做实验的话，比较不会碰到的啊。那如果是做什么研究的话？你们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怎么样？用这个方法来解问题的，不是解决跟解决，啊，解决跟解决，你要去
就算个别原则而已，用一个复杂系统啊，一个结晶的话，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算，这样清楚了啊。所以要注意啊，当你们说以后如果有同学做理论研究的话，你们是在用这个方法，讲清楚了哈。那用这个方法，先决条件就是你先要一个完整集合，但实际上不是完整的啊，但只要你取得够多的话哈，就蛮准的，讲清楚吗？那底下我们来看怎么样得到这个，得到这个式子，然后它因为是完整集的，因为是完整集的，所以我们的爱因方程，这个爱因方程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展开成怎么样？展开成它的线性，这正弦函数都，正弦函数包括爱因方程，都可以展开成它的线性。爱因方程，这部没问题啊。那我们现在把这用到它上面，是这样子。对。那这我们可以把，这是常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可以选一下。那底下呢，我们乘上一个，乘上这个，然后再做积分，就能得到。那这个没问题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？我这红色的圈圈哈，就是这个量，这是矩阵单点，我这汉密尔顿的矩阵单点，都写了没有？然后我们把右边哈，把右边剪过来，就得到，得到这是，你看这什么式？这是一组叠积方程，啊，这是叠积方程，我把各项把它给全部写下来。当 m 等于一，啊 ，m 等于一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式子呢，好，是这个 m 等于红常数的 m 等于二，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？这是一组叠积方程式。那未知量是哪一个？啊，未知量。对，一不是、啊，我现在假设一，这是那个一是不确定的，我叫做不确定。我们现在要求那个系数，那这个未知量系数是 c 到多少？对，一直到 c 的大一就是你的总共的数目，总共的那个 un 的数目。那你都学过线，你学过叠积方程式嘛？或者是线性代数 ？CN 的归零解，啊，就当区别了嘛。啊，如果这系数有归零解的话，如果这系数等于零的话，表示说 phi 是多少？都 phi 是零嘛，这没有意义嘛？看清楚吗？啊，那么如果这 phi 要有意义的话，这个有解的话。这组系数必须要怎么样？有归零的解。那你们学过线性代数或者叠积方程式，你知道，如果它有归零解，必须要怎么样？它的系数要怎么样？系数的行列是要怎么样？更加肯定点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说的都需要哈。所以我们把那个行列数和系数的行列数，我们把它写下来。这多少呢？啊，那我们需要系数的行列式哈 ，h b 减掉 b， 对不对哈？然后这边是什么 ？h 一二 ，h 一三，然后这是 h 二 b， 二二减掉 b。这个呢，这行列式是所这边写的是。啊，这样知道这行列式表示什么意思？就是左边那个行列式。好，要忘了这 I 是改变器，它表示说在对角线上怎么样 ？I 表示改变器的表示在对角线上才怎么样？才怎么样？其他都怎么样？假如说你看啊，
这就在对角线上了，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、四，都对角线上怎么样？加这一种，其他都没有。像这样那个放射一致的哈。然后在这里哈，我们再去。那我们知道哈，因为会引起的话，必须要买这行列型不行的。如果这是 N 乘 N 的行列式的话，好，这是 N 乘 N 的函数，这能量呢就有 N 个值了。换句话说哈，能量不在能量是这里的，好，能量必须怎么样？必须是这个行列式的根，也就是要满足这个行列式，满足这个放射式。这个放射式有个名称叫做 security， 对吧？这个行列式可能你有个名称叫做怎么样？叫做 security。中文不晓得怎么翻比较好啊，这个方式是这个方式是那满足哈、啊、这个解这个行列是等于的解的一就是开个会议先听清楚吗？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还记得我在讲爱恋会的时候怎么讲，我在讲爱恋会怎么讲，爱恋会是什么？当然这边是海克爱恋会，我再补进去哈。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爱恋会的观念哈。我们知道哈，我们目的是要解这个可能解为什么，对不对哈？但我不是解唯一方式的哈。那爱恋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要买要买要这个方式要解，不是正一都有解。如果某些特定的存在，如果某些特定的能量它才有解，这叫什么？我们说特定能量爱恋会。然后我们刚从这系统中知道，正一呢必须要满足怎么样？必须要满足这个放射式。所以看正就怎么样？就是我们所要的什么？我们所要的那个，所要的那个爱恋会。这样清楚了吗？那再下一步。从这一步我们已经得到爱恋会所有中用的想法，你们会不会算这个微分方式？会不会算这个微分方式？晓不晓得怎么算这个微分方式？算一的根啊，三乘三你还可以解啊，四乘四这就已经怎么样，这超级大了。那如果很大的 N 怎么解？就是说一百乘一百万怎么解？电脑多少？对啊，你要第一步要写成矩阵表，那下一步要怎么写呢？那就翻译的就好了。翻译的就是没有哈，就叫要解这个问题，叫矩矩阵最小化，就把这个矩阵，我把这上面把这个行列式的符号把它改成什么？把它改成矩阵符号。这都套了啊！我把这拿掉。这是一个矩阵，啊，把这矩阵最小化，就是 I 就行。好，所以最小化就让它变成什么？让它变成这样，对角线上有值，其他都等于零了，就要对角化。那这计算不，这就是解那个爱恋会的计算的方式。那这些都有现成的软体了，有现成的软体，电脑软体可以做。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你需要做的是把这矩阵单元，这矩阵上 H 哈 H 这矩阵单元把它算出来。然后输入到那软体里头。人体我就把怎么样，把这能量算出来，这样会的话哈，那这是有现成的人体。因为我是在做理论研究，所以当我有做的人体。好，这样清楚了，会的吗？好，那这是我们做研究啊，做研究所用的方法。不要忘了哈，就说，我再提醒你一次哈，这完整集合，好，完整集合 U N 哈。因为不是怎么样，不是爱恋方式。因为你如果是爱恋方式，我要还要不要解？
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，我当然不用解了，这样清楚吗？那这你可以自己选的，这完整题你可以自己，只要完整题的就可以了，没有特定的。但你选择好的话，你计算，你这个就可以计算怎么样，计算比较快的。好，那你展开的那个系数就可以比较少，这样清楚吗？那底下我举一个用不用解学运动哈，不用解学运动举一个例子的哈，让你看看怎么样解这个问题的哈。我举这样的例子哈，什么叫解学运动？我们先了解一下，什么叫解学运动？因为我们的同学讲过这个问题了啊，什么叫解学运动？只有平方项才叫解决运动，若说到第三项以后叫怎么样？叫变成这叫啥？变成 harmonic， 这都不是解决运动的。多项S 三次方向就不是解决运动。那我们要解这个问题哈，你刚刚如果是解，还继续我们在解那个解决运动问题哈，已经用的数学已经怎么样？用的数学已经蛮怎么样？蛮难解的哈。你加上这一项的话更困难。这样这一项更困难，所以我们要怎么解？我们就要利用我们刚学那个什么样？我们刚学那个矩阵方法，这样对吗？那时候我们要选择你猜的哈，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完整集合最好？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完整集合最好？最方便的，而且最最容易的啊，对，就解学运动那个，对，不要放，不过这边 N 从你开始哈，你也可以把 N 这个 N 哈跟那个 N 可以是不一样的，不要放，这个 N 只是一个编号而已，相信哈，这个 N 只是一个编号，那我们的解学运动那个。解学运动这波函数这 n 是从你哪里开始的？从你开始的，对不对？是从你开始的。那这边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我是编号从哪里编辑的？从一编辑，因为我要选择行列式嘛，对不对啊？要选行列式，这边要变成一嘛。那不要忘这是表示用的符号啊。所以我用的是 prime， 这样才不会不了了，或者你把这个改成 i 也可以了，我反正用不同符号，这样才不会混在一起。我再讲一次哈，你如果做这边 n 的话，这 n 从一开始开始，因为我这边要写成 b 嘛哈，一二三四呢，这是一二三四，我都用不同符号哈。这样也可以哈，我把那个U啊，我把写成这样啊 ，U 一哈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这样写清楚了吗？这样清楚，这样清楚了哈。那以后我就直接用这个了哈。那我们来看哈，那下一步要怎么做？那就没法再进来了，这是第一。然后多少？等下，先去，对不对？这个 H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部分了。H 里的就前面这一部分，就是原来的那个解学运动的项目，这解学运动部分就在上面是怎么样？就是非解学运动部分，变化后面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，那
它就分成两项，对不对啊？你正好这是它是它的 item 和 item 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它就得到你就到它得到同学的得到同学的。H 挂我跟你讲这边哈，啊，这是 N 啊，不要这个 N 哈，跟这个 N 是，哦，它有一嘛哈，是多少？对 ，N 减一加三，都是一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看这差一差的一嘛，这是差的一嘛。那后面这个要到时候积分的啦。不过我有这种强调很多市场，就是这还是已知，这还是已知，这是都已知的，所以人物积分一定可以积分的。然后再我把再我再上这张写的别的，所以这一定可以算的啊，这一定可以算的。好，那算出来后，我说你这代人全部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下一步呢？就是解那个什么 ，segregation， 把这个矩阵对焦。下一步就是构筑这个矩阵，哦，就建立好这个矩阵，这样清楚吗？哦，那电机制作也知道了，对不对哈？都做算完以后，你说建立这个矩阵，然后把这个矩阵对焦化，你就得到答案。那得到答案，下一步要怎么样？下一步要解 eigenvector， 你会解 eigenvector？应该都学过的，就每次现在是应该都学过的。啊，怎么样解 eigenvector？ 对，一解之后还有带到平衡，对，带到平衡，对吗？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就带一，不是的，这边就没有。
生在意外怎么办？要规划。我们这步骤我们解过很多次了吗？我要记住哈，这边有 A 个连，有 A 个连续方程式，有 A 个未知数。我们看起来好像可以解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不能解，因为它不是线性独立的。你整个怎么解？如果解出其他系数是怎么样？你把其中的任何一个，你把希望当做已知的，然后把其他系数怎么样？跟它相对它的比例把它解出来。然后最后一个，这个希望再怎么样？再把从规划就可以得到希望。哦，所以要记住，还要加上规划条件才能够把它解出来。所以你把哪一个当做，你把哪一个当做已知的话，这里都可以，用希望也可以，系数也可以，都可以。那就我讲一个，你们在，要把它写下来。我这是给 Eigenvector 的方法，就是给 Eigenvector 不错。啊，以后我们的真正例子我们来再做。哎，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哈。我刚不是说哈，这种研究方式是线性，不是线性独立的吗？你会不会为什么我晓得它？为什么我晓得它不是线性独立的？这不是很多系数吗？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系数啊。那我怎么知道它一定是线性独立的？对，一个是它一定不是线性独立的。只要线性独立就可以解出来，全部可以解出来。那为什么我知道它一定不是线性独立的？啊，不是这个问题。啊。任何这是 item， 任何都可以，任何都是这样。关键在这里的，你如果这个东西不给出来的话，是表示表示那个，你如果能够希望它，如果这个系数全部解出来，表示是关系特定的，已经确定的，只有我们的一个关系开场的这些。像我在讲那个爱因方程，不是特别跟你讲吗？你这个关于你称上这个系数的话，它还是解呀、啊。你如果这系数全部解，能够解出来，好说你只有一个关而已啊。假设我讲一次，你如果这是我们这关于等什么？他们是说的这。如果这个都给出来，希望就比如说这个展开是怎么样？是特定的，是确定的。但我们不是知道，你这块你乘上任何一个系数，它还是解啊。比如说这是不对的，不能是只有唯一的。啊，整个同学不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说你如果能够确定的话，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特定的解，表示特定的解还是这个解。特定的还是这个解，但我不跟你讲，这块不是特定的，你这个呢乘上一个系数的话，它是解，这我比较清楚了。啊，好，不要注意，这你们应该先去代数，这不是没有学到这个的。你好啊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